好的，各位观众早安，带您来看到今天是汉光四十号演习的第二天，记者。好的，各位观众早安，带你来看到呢，今天是汉光四十号演习的第二天，记者所在位置呢正是在花莲基地哦。那么可以看到呢，其实总统赖清德在稍早呢也搭专机来到了花莲基地来进行试导哦。那么其实呢，就在刚刚在总统试导前一刻呢，也有两架的 F-16B 来起飞来执行防空的画面。而现在可以看到的画面是总统赖清德呢是来进行试导，他现在观看的操演画面呢是国军伤患减伤分类以及后送的试导、哦、那么可以看到呢，其实赖清德呢原本搭专机抵达现场的时候是穿西装的，而他现在呢也换上了军服来进行他上任后的第一次汉光演习试导，带你来看一段现场画面。好的，那么可以看到呢，其实刚刚呢赖清德是抵达了花莲基地的第一棚哦。那么可以看到呢，他刚刚呢也是换上了军服来进行汉光演习的试导，是针对国军的伤患减伤分类及后送哦。不过呢，其实今天一早呢在花莲基地原本清晨要执行三型的主力的战机的起降，但却因为中台凯米来导致天气异常临时取消。不过也可以看到呢，其实现在的天气是逐渐的放晴了。而刚刚在赖清德抵达到现场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两架 F-16B 来起飞来执行汉光的操演，而后续的情形呢，民视也都将持续为您掌握。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状况，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